四个版本，袁天罡，袁天罡啊，这个叫不能笑啊，这个人估计早就知道自己鉴定出来自己打造的东西全都是垃圾啊。谈成就，我好像看见了无级别限制，一闪，不过还没鉴定呢，怎么会有无级别限制的成就呢？可能刚才鼠标点在哪儿点错了啊，提前把无级别的属性曝光出来了。我真的鉴定出无级别了，我为什么？我是想要无级别，但是我不想要垃圾无级别。老板的装备可以更新了，时段的帽子可以替换成无级别限制了。这个叫不能笑，我们刚刚嘲讽完这个打造师，他竟然就出无级别了啊！